猴子呢，就是说它特别讨人喜爱。首先从你们从外形上来看，它小巧玲珑，然后主要是它生着天生着一对忧郁的蓝色的眼睛，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就激起一种什么呢？爱怜和同情，特别的萌。它不像有的猴子，一看上去非常的凶，而且很吵。这个猴子很乖巧，它从来不会就是说进到那个村民的种植的那一些农作物地里面去搞破坏。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那个拍摄把他们的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呢，大家看到了这么可爱，可能就会激起了大家的保护之心。随着这个发现宣传，现在这一群北蟹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像政府也投入，当地的老百姓，还有那个有关的部门，他们都来关注这一群北蟹猴。你看现在他们生活得非常的自由自在，以前见到人就跑了，基本就像家人亲人一样了吧。这群猴子见到我们呢，基本上就像亲戚来了，他很远很远见到的话他都会先来，他都主动接近你来看你。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说也学习他的习性，如果见到他来了，我们就随便呢在这个边上，比如说扯一根这个叶子，然后假装在这里嚼着吃，他就说我的同类来了，他就更过来，更来这个和你亲热套近乎。我觉得这个你和他融为一片的话，他就特别的那个接纳你。